据报道，日本女星石原里美2020年公开感情进度，她2018年和身价2亿日元的 IT 社长前田裕二密友冲绳，恋情就此曝光，双方多次传出分分合合。不过三日播出的节目中主动表示我现在没男友，引发日网一阵骚动，被视为间接承认分手。非凡娱乐时